好，我们这次呢开始讲人相了。讲人相，注意什么呢？就要注意这个环境，对吧？人也是在环境当中的，人的心情也在环境中的。刚才那个位置呢挺好，但是那边亮，是这个大逆光，人是黑的。怎么样把人给照亮了，人阳光起来？哎，就让人走到阳光里面呗。走到阳光里面之后，对焦，对焦，哎，对焦。但是呢，这个人物状态不好，哎，怎么样让我妈高兴？然后呢，哎，她高兴起来，一拿手机。很高兴的状态，很放松的状态，咔嚓就来一张，很漂亮。